好，一开始就来看到菲律宾，你真的是哦一直在讨打吗？哎，你这个哈、哦、被人家打脸之后，你现在又开始被说是心虚了吗？哎，也就是呢，彭博社说，中国大陆公布了今年1月3号跟菲律宾所谓新模式的通话录音跟文字记录，这件事情呢，哈、哦、打脸了菲律宾，说没有什么君子模式嘛。结果呢，菲律宾的国安顾问安约就说，哎呀，在中国大陆啊捏造了假讯息啦，哈、哦，然后呢把这些哈、哦、中国大陆外交官驱逐出境等等的。但是对此呢，大陆外交部有最新的说法，因为呢你也没有否认这件事情啊，一起来看看。菲方的有关表态，恰恰证明了他们在事实和证据面前心虚了，已经到了气急败坏、毫无底线的地步。中方郑重要求菲方切实保障中方外交人员正常履职，停止侵权挑衅，不要抵赖事实，不要轻举妄动，不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真的不要搬石砸脚了哈，将军怎么看？因为呢，这个你的破船在那边放了24、25年，真的没有君子协定吗？怎么可能啊？尤其呢，中国大陆公布这个录音档，就说其实呢，菲律宾有说哈，啊，我们做运补的时候，就1+1的方式啦，一个海警船，一个民用船啦哈，啊这个方式，然后只运送食品跟人道物资啦，然后呢，补给任务前2天前就会告诉中国大陆，然后包括了你的哈武装总司令啦、国防部长、国安顾问这些你都批准，啊，结果现在国安顾问开始说是捏造。到了等等的哈，结果中国大陆说你呀、啊、根本就是心虚了。对，现在这个讲话都应该是一言九鼎了、啊，因为君无戏言，应该是非常严肃。他今天讲了说没有这个录音，这个否定的录音记录，还有一个文字记录，但是有通联记录。那电话有没有打通联记录打出来？他的通联记录是对的，菲律宾通联记录是对的，中国大陆两个一斗，时间是一样。你这个通联记录有。否定的录音记录，否定的文字记录，但通联记录在这个地方一清二楚，有没有通联？有通联，那就有通联，那录音在这个地方啊，很简单嘛。如果是说没有通联，有录音记录，你可以说变造。现在有通联记录，也有录音记录，那你就没说办法做变造了。通联记录没办法，因为电磁记录，你现在大家知道我们对话费多少钱？你说你就到那个电信公司，他马上把你列出来，你这个几分几秒开始，几分几秒结束，然后通联时间多短？现在很清楚的啦，那个每一个那个电磁记录啊、哦，非常清楚，这个明细表就出来。我们在马德里账号坐摊在仁爱礁已经25年了，今年25年，因为25年了，他要去这些运补这些。好，你既然这样，考到上面有7个菲律宾的海军陆战队在上面，在那边驻守。好，考到人道，给你在那边运补，你要粮食，要一些水，要一些清洁消毒的用具用品，好，让你进去，然后。提前48个小时，提前2天要申报嘛，并且你要经过让我知道嘛，你的这个舷号，还有你的这个船的烧速是怎么样，都要做一些通报嘛。那也就也达成了这方面的做协议。那现在呢都没有了，先否定的时候说，哎，这个要总统批准，变成这个状况。这是军级的，我们知道有时候他的这个相互的阶层哦，不是说所有事情要总统批准，总统批准的话，他的公文的话，每一天都要几千件、几百件呐、啊。有的都是授权，我们讲到很多事情，一什么什么授权谁都是这样授权，然后授权你又现在又否认了，那你怎么样去讲？那以后你都可以事后反悔嘛，事前在那边敲锣打鼓，这个有声有色的说，后面的时候就前倨后恭。变成有时候就是否定了，我认为这个就不负责任了。其实哈，你真的是不要逼中国大陆哈出大绝招。还有呢，我们就直接公布这个录音档给你看哈，因为现在是文字档啊，所以呢哈，菲律宾他们说哎呀这个捏造等等，你不要到最后呢这个脸呢又打肿了哈啊。尤其是中国大陆，第一个呢外交上我出了一个大招哈，就是呢打脸你呢说没有这件事情。另外一个军事上可厉害了哈，尤其呢美菲你在军演嘛，肩并肩嘛，就中国大陆完全不忍了哈，谁怕谁啊？来看到呢动物的遵义舰呢哈，万吨。大区带着谁？052C 海口舰、052D 昆明舰，还有054A 的咸宁舰，一起呢，这4艘军舰呢就来到南海进行演习，实战化演习。然后呢，遵义舰呢、啊、是107号，是第7艘动五五。所以呢，现在其实遵义舰在今年2月的时候也举行了很多跨昼夜的战斗的训练。傅前哨老师说，动物第一批次8艘通通都入列了，所以呢代表已经有非常大的战力。然后将军社老师说，美国你常常在南海，当然解放军也要练兵啊。对，现在南海变成重点，那中共的话就是混成编队，就是有动五两的，有动五五的，动五还包括了我们讲的动五四、动五二，它混成
因为我们这样子，有的要搭高低搭配啊，或者是这个远近搭配、大小搭配，因为有的是这个重的，它的这个军舰呢，是针对的是这个我们讲的防空战力比较强，有的是水面战力、反舰的战力比较强，但是有的是反潜战力比较强，所以都要混成编队，不能说只是单一军舰编队的话，那可能通通防空强，但是水面舰反舰的能力差了，或者是反潜能力稍微又差了。换句话说，它整个是考量到防空、反舰、反潜，然后一个分好的编队。那最重要，我们讲到的是四月的时候是肩并肩、雷里对抗，然后四月中旬到四月18号开始到5月11号，那是我们讲的肩并肩、美菲肩并肩，而且规模跟去年相当，是大概16000多人了，将近17000人。那这样，那既然在这个吕宋岛，还包括了巴拉望岛，那现在的中国大陆也在南海做相对的演习，而不是只是军舰，包括有空中的战机一直在永兴岛这边起降，都有在那边做演练嘛。所以我想问一下将军哦，就是呢，你美菲在肩并肩，但中国大陆是动55啊，上面垂发112啊，052哈、054啊，这些都有，这64垂发了哈，等等这样加起来，所以我要问将军，这个动55呢，这个战力是不是比美菲还要来得强？另外再来看到，其实中国大陆在周遭已经呢，其实有9艘军舰在这附近哈，有1艘动55哈，3艘052D哈，3艘054A 跟2艘903综合补给舰，然后另外也有消息说，在5月5号的时候，南海的美济岛不成航母也看到动55啊的身影，哎，是不是呢？大连舰呢？因为大连舰之前哦有穿越了菲律宾的附近的海峡，是不是大连舰呢？哎，不知道，还是我们刚刚说的遵义舰吗？也真的不知道。你看这些哦都是哦大杀器，那更别说中国大陆亮剑的是什么呢？你美菲肩并肩，我秀出什么？轰6K 去发射鹰击21，末端10马赫啊，平均都是6马赫，你根本拦不到。另外再来看到是说什么呢？轰6J 早就部署到永兴岛上面去了，所以呢，它的战力很强。那更别说你在那边演习，好，这边演习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航机图是什么？哎呀，吓死你了！这是呢，歼11从西沙起飞去进行拦截美国的 B-52H。对，现在我们可以在那个、中共的海军在南海大练兵，可以讲，尤其是动物，因为动物是万吨大驱，它已经就是巡洋舰了，因为超过10000吨就要巡洋舰，因为它比驱逐舰还要大，但是中共就是万吨大驱，还是把它列为驱逐舰。但是问题是，它整个垂发系统接战非常快，因为垂发系统就是它的特色，就是接战非常快，从受令到整个发射出去10秒钟就可以完成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它整个在南海，换成南海变成一个重点，三大舰队哦，包含北海舰队啊、东海舰队还有南海舰队啊，南海舰队战力是最强。对，因为包括核子动力弹道攻击潜艇在南海，在三亚湾，这很清楚。而且有一个固定的山东舰的航空母舰的，它的母港也在三亚，是这个样子。所以那南海就是重点了、啊。那南海重点的话，南海这些小岛全部在它的一个我们讲的涵盖作战范围之内。那现在的轰六接挂的是鹰击21，鹰击21的话，它那个有效的射程是1000到1500公里。那放了挂在轰六 K， 那整个包括整个南海了，因为挂在轰六 K 上面，轰六 K 无所不包啊。那这样，那这个它最重要的这个，它有三个特色。第一个，刚才主持人有说，它是高超音速，它六倍音速，6马赫的巡航。那最后面终端加速到10倍音速，10倍音速的话，到现在为止就看到一些相关的文献，应该是没有办法拦截，美国拦不到了，太快了，它1秒钟是3300公尺，1秒钟就3.3公里。速度太快，没办法拦截。第二个，它重磅，它的弹头大概900公斤，就算1公吨了，900公斤啊，那个弹头，这个专门是打重型的驱逐舰跟航空母舰，因为它900公斤那一炸呢，是不得了，重磅。一般来讲啊，都是250磅、500磅，就是500磅就250公斤，就了不起的250公斤呢，很大，它就是900公斤到1000公斤，就是1公吨的炸弹。第三个就是说它的这一个射程太远，整个涵盖全部南海，因为它已经到1000到1500公里，而且挂在轰六也可以做延伸，对啊，1500公里，速度快，射程远，然后炸弹重磅，所以它三个特色。那这样的话，整个南海的制海，它不是光空中，不是海上来制海，海上的舰队舰制海，空中制海，海上制海是平面作战，空中制海是立体作战，空中到哪里都可以啊，空中是没有阻炸的。没有这个地障的眼隔啊，没有这个运动的速度是非常的快啊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它挂鹰击21，而且把这个影片秀出来，对啊，而且它挂在这个
轰六轰炸机的，我们知道它这个是挂在就是这张左翼左翼左翼对左翼，那它右翼也可以挂，还有机腹下可以挂，它就是发射。对对，上一次、我们讲的上一次的是那个吴征八，对吴征八，那这次的挂宣示的是鹰击二十一空对舰的反舰飞弹，是没最有感的胶原蛋白生态，即日起快点购全台独家贩售，养颜美容，增强行动力，打造有感每一天。小包装好携带，成分天然零添加，无西药，不含重金属，安心食用。两款包装给你满满胶原蛋白，桃红包装助养颜美容，蓝色包装增强行动力。心动了吗？现在就上快点购，一起健康下单吧。